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了。别怕，我在这里。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。你的琴声真的很好听，可是好像有一个音不太对。你的音感很敏锐呢。可能是因为我看不见的关系吧。有需要帮忙吗？你是那天在教会弹琴的人吧？没想到还会在这里遇到你。我是这里的志工哦。其实上次就很想跟你说，也许你很有天分，很
够成为调音师哦。嗯。是蔡佑吗？我可以再听你弹一次琴吗？